请史上最残酷的主持人李一勤、梁荣忠。全城尽兴，残酷一丁。欢迎晒咁多位嚟到残酷一丁。欢迎晒所有现场观众朋友，欢迎晒你哋吓。钟姐喺过去嘅一个礼拜以嚟咧，我经历咗我好多个人生嘅第一次啊。有咩咁多个第一次啊？我第一次喺一个大风大雨嘅户外嘅地方唱歌啦。咦，有惊无险。系啊。仲有咧？八年以嚟第一次出我嘅国语唱片啦。咦，恭喜晒。仲有咧？我第一次俾人逼婚啊。我不過真係估唔到啊！竟然逼婚嘅唔係細伯伯母，係樂壇前輩，係小鳳姐啊！啊，估唔到佢喺演唱會上面搞啲咁嘅嘢啊！係啦，我真係估佢唔到啊！即係當晚啊，不知幾咁尷尬啊！仲尷尬嗰啲咧，就係買咗飛，本來想一 pair pair 去睇演唱會嗰班藝人啊，而家都唔知道去唔去好。例如有邊幾個啊？阿鄭伊健同阿梁咏琪已經唔敢去啦。仲有咧？陳豪同埋阿廖碧兒又唔敢去啦。仲有咧？陳浩文同阿佘詩曼都唔敢去啊。咁啊，陳浩文唔去紅館，咁啊諗住去邊度啊？去東莞咯。去東莞做咩啊？去拍戲啫，係啦，拍戲啫。啊，唔知跟住嚟，我哋請嗰位嘉賓敢唔敢同佢嘅另一半嚟睇咧？叫佢出嚟問下咧。曾經係我嘅好拍檔，我哋有請呂方。呂方，大家好。Hey, 你好啊，喂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喂，你啊，敢唔敢去睇阿小鳳姐啊？我敢啊。咦？你唔驚佢捉你上台啊？祝我逼婚啊！我唔會啊，我一早話明不婚不育噶嘛。哦 ，OK， 即係有宗旨咁樣啊。係啊，梗係啦，梗係啦。喂，話時話啦，咁你今日上嚟嘅準則係咩咧？點樣叮人法咧？準則咪睇都係睇表現咯，我覺得即係。咁邊方面嘅表現先特別會吸引到你咧？唱啦，同埋做啦，同埋個造型啦，好多方面。造型好緊要。我知道造型好犀利，我知道好多好誇張咁樣。整好曬衫咁樣啊！係啊，講起造型咧，就俾呢個造型你睇一睇啦。咩造型啊？係睇睇我哋嘅殘酷大師啊！殘酷大師。見到殘酷大師喺度咧，就知道殘酷一丁嘅獎金獎品係非常之豐富噶，其中就包括咗金至尊珠寶送出隨心鑽十八 K 玫瑰金戒指手鏈二合一鑽飾，總值144,000元同埋獎金40,000元；瑞士 Swiss Program 高級護膚品禮券總值400,000元同埋獎金125,000元；香港榮華餅家送出家秀之牌臘腸券總值462,000元；威馬牌家庭電器禮券總值724,000元；Intuos Natural 麗皮鞋專門店禮券總值352,000元同埋獎。奖金100,000元，百思娇丽补水净白矿泉面膜总值255,000元，同埋奖金80,000元。翠悦纤体送出豪华纤体水疗组合礼券，总值544,400元，同埋奖金170,000元。奖品系咪好吸引呢？但系花花碌碌嘅奖金一样咁醒神，话明一秒一百，冇花冇假。正所谓成叠银纸喺我手，够胆你就嚟攞走。残酷一丁，绝冇稳丁，秒秒奖金等住你拎。鐘姐，由於我哋上一屆嘅台主咧就係光榮隱退啦，咁於是乎咧，我哋今集啊邊一個勝出就自動成為台主噶啦。哇！咁即係好緊張下啦。咁第一個咧就請嚟係一個單位啊。5566咧我就聽過，5678咧我就第一次聽嘅啫。係啊，一叫佢出嚟俾阿女方過一過目先好唔好啊？好，我哋有請。大家好，我哋係5678樂隊。我哋为大家演唱一首来自 Beyond 的《真的爱你》。他們的年齡就是6、7、8、9歲的，但他們改個名字就叫5678。為什麼呢？為什麼會改個名字叫5678？因為我們的 band 剛剛5、6、7、8歲分別是
分別五六七八歲，五六七八歲嗰陣時開始夾嘅。咁而家就大咗一年啦，就六七八歲啦。你啊，女方你覺得佢點樣啊？佢哋梗係好啦，嚇，又鎮定，又識打鼓，又彈吉他，又鄉音未改，完全係香港嘅，即係我哋嘅新樂壇嘅一個新力量啊！係，你咪香港人定還是喺第二度嚟㗎？我哋係廣西難民嚟㗎。而家揸住吉他呢、這個彈 bass 呢位咧，你可唔可以動直支吉他？支吉他係咪高過你㗎？即係我見到阿加強嗰陣時彈咧，都係咁樣擰下擰下。係啊，佢又係咁樣。有曬對象咁樣。邊個教你哋㗎？爸爸、爸爸、爸爸、叔叔、叔叔。除咗識得頭先我哋見到嘅嗰幾種樂器之外咧，又識得吹笛、拉小提琴同埋跳拉丁舞喎。好，睇，好好，唔該曬。有冇第二個款噶？有啊，唔使分開咁多次跳嘅喎，只係開心下睇下啫。好啊，唔該曬。大家好，我叫 Micky， 今日唱嘅歌係《激光中》，希望各位評判都唱埋做底嘢先，經我啦。多謝。國家熱就等於火，火加歌。好鬼狠啊！只要你是，點解要崩個氣球？驚喜啊！我驚喜啊！哇，真係好驚喜！究竟係驚定還是係喜咧？喜啊！我都覺得喜好啲。喂，阿徐生啊，點解你會揀呢幾樣嘢加落呢只歌度咧？即係譬如崩漲個波，跟住放咗個氣啊，或者篤爆個波啊，揈把遮啊，氣氛同埋都係啲好開心嘅嘢。你睇咧，其實佢都好認真，你見啊，佢個胸前啊，或者手臂咧，都除咗紋身之外，仲係精心派嘅，係有冇人幫你設計啊，或者幫你做過個衫係？我媽咪咯。聽我哋寫住咧，就話你嚟參加《殘酷一丁》咧，就係完成你媽媽嘅一個心願嘅。咁因為我有表演欲啦，咁呢個歌唱比賽都係叫夠搞笑，咁我就自告奮勇咁參加咗啦。咁即係呢個係你嘅心願啫。好，唔該曬，唔該曬。嗱，跟住呢一個咧，黑勤你又要落足心機聽啊。係，因為呢一個咧，聽講話係你嘅歌迷會嘅會員嚟嘅。會員嚟喎。大家好，我係嚟自廣州嘅輝仔，三位評判好。我唱歌係哥哥張國榮嘅《紅》，多謝。像未任性的结果，红像上上地血般怨毒，在灰暗里漆黑中那个美梦，从镜里看不到的一份阵痛，你像红尘两个一样沉重。啊，心花正乱坠，啊，猛火里睡，若染上了未尝便醉，那份热度从来未退。点解你会谂到用呢、這、一个即系、就是、有少少 break dance 嘅，去演绎呢一只歌嘅咧？我好中意跳啲比较哀怨啲嘅舞。我想啲突破咯，以前唔係咁，以前都係模仿 MJ 啊咁咯。我想啲突破。咁手臂上面嗰只公仔咧，係咪令到自己可愛啲啊？想係啩，有啲意義咯。有咩意義啊？曾經係送俾我以前嗰個女朋友，跟住分咗手俾翻你嗰啲。即係你而家嘅職業咧，可唔可以話俾大家聽係乜嘢啊？我係一個醫生。嚇？睇邊科㗎？你係做超聲波嘅。咁啊，點解做醫生入咗嚟唱歌咧？做醫生都得嘅，唔使翻工咁啊。
休息，直言翻就休息。係啊，其實做醫生咧都有好多興趣㗎。如果你想知道多啲嘅話咧，就留意一下我哋嘅妙手仁心嘅。妙手仁心，係喎，又嚟喎。係啊，係啊，人咧妙手仁心。好，我幫你問下個監製啊，好唔好？好，唔該曬你啊。唔該曬。啊，三位參賽者都有唔同嘅風格嚇。係啊，正如你剛才所講咧，譬如呢一個咧，都要問下妙手仁心三嘅監製葉妙仁啦。我而家打個電話俾佢先。好啊。本節目獎金獎品非常豐富，其中包括日本 Yumi 高級美白護膚系列禮券總值302,000元同獎金100,000，金之福珠寶送出愛自己系列18K 白金鑽石頸鏈同名貴禮品總值856,000元 ，FX Creation 時款流行袋禮券總值714,000元，泰國寶貝之夭壽系列產品禮券總值160,000同埋獎金50,000，景田百歲山礦泉水總值352,000元同埋獎金100,000。乐火宫婚纱影城送出豪华摄影礼券总值302,000元同埋奖金100,000，莎莎化妆品送出瑞士高级护肤品礼券总值544,000元同埋奖金170,000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呢一位咧，即系都好多嘢可以喺佢身上面揾到嘅，即系譬如可以揾到啊李小龙嘅影子啦，或者刘德华嘅外形啦。咦，刘德华嘅外形如果加李小龙嘅身手就好犀利噶咯，即系估佢唔到嘅又系。啊，俾佢出嚟睇睇先好唔好啊？睇睇啊，好。我是李健，我唱的歌是中国人，也希望所有的中国人身体健康。你就似刘德华喺山顶嗰个蜡像多过似刘德华，但系唱腔好似咯，神情又似啦，系，但系剥衫嗰下慢啲嘅，系剥衫慢啲，掟衫嗰下好快，掟衫好快，好凶狠，喂，耍多几下双节棍嚟睇睇，系咁嘅啫，哦，咁我哋冇叮组到，冇叮组到，系咁曳嘅啫，唔系好曳，唔系几好啊，几好啊，真系算几好，不过今日嗰啲参赛者就可能个水准比较高一啲。咁就屈就咗你啦嚇，真係唔好意思啊！唔緊要，無盡理由不坐他船啦。唔該曬，唔該曬嚇。Hi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 M， 我係阿 K， 我就係 Dreamer。今日好嘅，好高興嚟到呢度同大家見面。今日我哋表演嘅歌曲就係 Emotions。好，唔知會表演啲乜嘢，大家自己一陣間慢慢睇咯。
得佢哋即係唱都真係幾好。真㗎，黑琴。我覺得幾好，多謝你。你但好多嘢輔助。唔係我想問一問你，即係嗰個你問啊。我都不知道怎麼問，知道這個節目是娛樂大家，不是走上來博上明星夢的，圓到頂，圓到頂，大家都頂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們就要做一些事來突出一下自己了。圓到頂是一種頂來的，大家都是頂，有直和橫和圓到頂。多謝你來參加，多謝你，得閒得閒就看多些教育電視。好，看看下一個。Little Girls， 我哋會為大家唱嘅歌係《變出我精彩》，希望評判唔好手下留情啊，唔好咁太丁啊！希望評判唔好手下留情啊！手下留情。好歡樂啊！係啊，好娛樂，好似我覺得提早咗開幕咁啊！嗰個地方係啊，好開心啊，同埋都未開幕就已經見到曬呢啲嚇老鼠啊，你咁樣啊，真係幾好喎！我想問你哋排咗幾耐咧？一個禮拜，一個禮拜，排得好工整喎，啲嘢都好齊整喎。係咯，同埋嗰啲道具啊、衫啊，同佢做緊嗰件事都好配合嘅。係啊係啊，同頭先嗰對爭好，即係好唔同咯。好唔同嗰個感覺啊，就係天堂同地獄咁樣啊。自己想邊個是天堂和地獄好了，誰跟你想出來這個這樣的表演的形式呢？我們廣大學澳門廣大學校的吳飛老師。你的服裝方面又怎樣呢？問校借的。這7300元呢，需不需要給學校的？這樣我想學校不會跟我們計這些吧。哇，懂得說話。我也覺得不會的，但是最低限度都請先生吃一頓飯。今天的成績呼之欲出，去到最後那位呢就最長時間，一路我都以為咧就係第一隊咧嗰隊樂隊咧好有機會勝出嘅，啊估唔到臨尾殺出一隊比佢哋更加精彩嘅。換言之咧就係73秒勝出嘅 Magic Little Girl， Music。好，唔該曬嚇，唔該曬，唔該曬，係，我都恭喜曬你哋啦。咁啊，下個禮拜會唔會再翻嚟玩啊？諗啊，你哋要將你哋嘅獎金放低一半喺度，咁即係咧就會放低3650元。係，係啦，咁咧就會另外攞到70000元嘅獎品喎。不過另外咁多位參賽嘅單位，你都可以每人攞到10000元嘅獎品嘅。好啦，我哋先請咗我哋呢四位小妹妹咧，中妹妹啦，去我哋嘅台主嘅寶座。你自己諗下邊一個坐上去啦嚇。又到了揀嘉賓賞識大獎的時候了，得獎者會額外得到10000元的獎品的。今集的參賽者全部都這麼好，認真難揀，又看看女方會有什麼心水。第一隊5678，5678的，恭喜5678。其實5678除了可以獲得這個嘉賓的賞識大獎之外，還有機會，不知道會不會，看看你們投票究竟是怎樣獲得我們翻丁的機會的。
冇错啦，输咗嘅呢五组参赛者仲有机会上嚟比赛噶。电视机旁边嘅家庭观众，记得投你哋心水嘅一票啦。哈！今日个水准相当之高喎。系啊，真系各有各千秋啊，好厉害啊！各有各特色，女方觉得咧？梗系各有各特色啦。你话头先嗰个四个女仔，我好中意咯。系，即系好亲切啊，俾人感觉。系，一次过可以中意四个。未来个巨星啊，就系。系，系。嗰张凳要整大少少啦，不过咁样四个人坐埋一齐都几靓啊。好啦，咁啊，至于佢哋可唔可以再临装咧，就睇下佢哋下个礼拜嘅表演噶啦嘛。系，咁今日非常之多谢晒女方上嚟做我哋嘅嘉宾啦。多谢女方，下个礼拜再见。成